人家让大夫说了算，是让你憋泼尿，完事儿就知道谁大谁小了。那我憋泼尿，吹泡吹大，还用说？你咋不听话？你叫你喝水，你看看，你就憋泼尿完就完事儿了呗。到人一亩三分地儿了，听人家的。犟。喝不下去，你整个整俩菜的。这是医院。 你这也不是饭店，你在这嘎喝，人说你呢？整点花生米也行啊。人家就要尿，就喝水就行。就要尿。人大夫都说了，他说的憋完这泼尿，完事就知道，看看你肾里有没有石头，裤裆里有没有沙子，再看看你血里有啥没有。血里再有点水，你一回家就盖个瓦房了。<笑> 你就跟我俩抬杠的，可能的了。啊，我说不了。哟，大壮，这不三叔三婶吗？咱屯子那朱大壮啊。这孩子家长得忒坏了，你这。我这家胖的。你俩在这干啥呢？这等啥呢？这是等尿呢吗？等尿呢。啊，你是要让你做 B 超吧？大夫让他憋泼尿完做 B 超。 领导上来的时候，儿子就嘱咐我说：“是啊，你呀，别撒尿，到医院再撒。这第一泼尿啊，营养价值最高，到那啥都查出来了。到这头呢，人家这头先要尿，我就给他了，他还嫌多。做 B 超这头还嫌少，他整个就给颠倒了。你说要先验这边，再验那边，是不完事了？”三叔啊，可能是不是让你做那些个什么前列腺啥的，是不是？ 前列腺到底哪个腺呢？三叔，前列腺不是腺，是地区啊。前列腺呢，是你身上的一个东西。那个腺长哪了？前列腺，它在前边呗。谁前边啊？在你前边呗。 我前面不你的吗？三叔，啊，在你身体的前边。我身体的前面。对，长我身上了。对。哦，长你身上了，这玩意儿。嗯。大壮，那你干啥来了？我到这儿我是健康检查呀。你这孩子健康，你检查啥呀？那没病找病的。三叔啊，您不知道，像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啊。 全都享受这种待遇，我现在科长。<笑>哎呀妈呀，那孩子从小鼻涕拉瞎的，现在当科长了，上哪说理去？<笑>哎呀，这城里呀，我就跟你说是缺人才呀，咱俩早来就好了。<笑>哪个科的？我是那个供暖科的。 供暖科是干啥的？烧锅炉的。供暖科，我管1000多人呢。他管1000多人呀？<笑>1000多人全归我管，他们就是那个喝开水啥的。你送水的，你还给人装？<笑>我不是单烧锅炉，我那个推煤。你不推煤，你咋烧锅炉啊？你快去看去吧。啊，三叔，你多喝点水，你们在这憋尿呢是吧？啊，那我去了啊。对吧？我这一天老忙了。快走吧。检查完了，我还得踢足球呢。还得。你啊？调辽足去了？不是辽足，这是我们单位的足球队。我寻思你调咋的？我也应该知道。<笑><笑>从小净挨他爹踢，现在他踢球了。小出息了。 你这样都踢球了，这足球它能有好吗？你，<笑>哎，这球队是哪派的？可能啊，你们都不看足球，足球不分派，你上场那不有前锋和后卫吗？你踢啥？我是踢后卫的，这就对了，你是武当派的，明白吗？啥武当派？那不是人少林寺咋的，还能整出武当派来？知道定位球不？知道。罚定位球的时候，你后卫站哪？ 罚定位球，我就站那个球门的前边吗？那你干啥？你怎么站法？站你不都得这么站吗？那对，那不就武当派吗？你看，你还跟我来扯。250号，250号，照心电图了啊。啥？
是不是账务二百五是吧？二百五，二百五，二百五是我，我去了，我去检查，你赶紧去。你快去吧。你瞧这人家啊，那大体格子，像牛犊子似的，还查呢？查他工费他可不查，咋的？咱们私费查了也白查，走，回头。你等会儿，干啥不查呀？ 没病查啥玩意儿？儿子给你花钱，这单子都开完，钱都交完了，就查查呗。人大夫都说，关键是没病，你查啥玩意儿？你老犟啥？咋没病呢？人大夫都说你有前列腺呢，那不是病吗？前列腺谁都有，你查你也有，你看看，还有多少了？不少呢。快快看看！不是你问题是这么个事儿，你还钱都交完，怨不白瞎了吗？ 你白瞎啥呀？你查啥有啥查的？刚才不听心脏，马上就告诉我，你得支架了。你这心跳太快了，咔咔咔咔咔咔。那人都说你心动过速了，那不就有病吗？哪是心动过速？这你说你这家放怀表上，它能不过速吗？你瞅瞅，这家伙的这照相的，看你肺子的 ，CT 的，看你脑袋的 ，B 超。 看你肚子的，这小子是妇产科。这妇产科是谁的名啊？你的。这咋给我查出妇产科来了呢？是不是那前列腺跟妇产科有啥关系吧？别查了，他妈回来给我查怀孕了，回家是窝里去了。我说走吧。你还能怀孕？你坐这。 你万一查怀孕了回犊子，给人一交代，这老头咋的了？你坐这，我求你了啊！钱交白瞎了，你搁这喝水憋尿，完我去问问大夫，看到底咋回事，行吗？去，快去！等我呀，不用走啊！我整妇产科了，兄弟。咋的了？前列腺啊？前列腺。 怎么回事啊？前列腺大，我终于掉大线去了。这个，他喊啥玩意儿？大大的。前列腺大，他也说前列腺大。谁查谁大？他啥呀？我这整明白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给你开的，给我开的。给你开，写我名干啥呀？他说都咱家花钱，开谁名都行。你这不扯？你为了挣钱，男女都不分了，你说。 查查，他说不查，回去吧。不是查你，是查我的这个。查你干啥？你上月不查了吗？他说再查一回也行，没啥事儿。这也不是水表呢，一个月查一回，你这不白瞎钱了吗？你这不是。你别介，你赶紧查，你听话行吗？啥话听话呀？你要是再气我的话，你走，我查，你走吧，走啊。 你走，我自个儿搁这查。你看，我就心寻思呀，那孩子多孝顺，领咱俩要出去旅游去，完说给咱俩检查检查身体，内向都查查。上次来了他就孝顺，他就告诉我，我说我上点火，牙有点疼，他说你赶紧上医院吧，这就给我折腾医院来了。那大夫戴个眼镜，问你贵姓啊？我说我姓魏。 他说你为什么呢？我说我爹姓魏，我就姓魏呗，他为什么？人家问你叫啥名？我说我叫魏宝德。他说你怎么回事啊？是公费是私费啊？我说是儿子费。他说你怎么回事？我说牙疼。他说你把嘴张开，我一张嘴，告诉我完了，死一颗牙。我说咋办？他说薅吧。我说我嫌疼。他说给你打麻药，你就不疼了。咔一针麻药。 我就觉得嘴唇子也大，哪都大。他说你张嘴，咵就给我薅了，薅完我说我看看那牙吧，跟我60来年了，我就看看啊，你得让我看一眼呢，他要走了，找不着了，他就满地找牙，我说牙哪去了？后来他说你啊一声，我没啊出来，他说坏了，卡这儿了。 告诉我，这就不归我管了，这下一步呢，你得上猴科。完了，我急忙到了照相，完了交钱到猴科了，猴科让我说你啊一声，我说啊，他说不在这儿了，已经下一站了。我说，后来我说下。
一站在哪儿啊？他说下一站在胃肠科。我又照相又交钱，到那一看，他说到这站根本就没停，你得到终点看看。我说终点站在哪儿啊？他说是肛肠科。又给我照相化验，这家伙到那我一去，大夫拿这么大扩大镜他就看，他说坏了，你这里长牙了，回口腔科摘了吧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一颗牙花了1000多块，我花钱让牙搁我这白溜达一圈。你老提你那光荣历史干什么玩意儿？咋不提他咋整？当咳嗽两声，他就到那抽一管子血，说是哎呀，你这坏了，你得打滴流啊，就一个感冒。小时候感冒就喝点金蛋汤就好了，打7瓶滴流，打7天，花了500多块钱。那给你感冒治好就行呗。感冒好了，肾坏了，治啊。肾好了，肝又坏了，那再治啊。肝好了，心脏坏了，那就接着治。支架，支架，4万一个国产的，进口的是8万，你支不支吧？你支不？支，支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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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壮啊！那是他是朱大壮，快点快看看。大壮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大壮啊！三叔啊，回家给我爹捎个信儿，我不行，我支架了，让我爹来看我，我支架了。支架，完了。刚才还好好的，这会儿咋支成架了呢？你看那个，刚才好好的，你这不是吗？到这儿支架了，这是缺个后卫，你这瞅你。那咋整啊？哎呀妈，不行了！你咋的了？哎呀呀，别动，别动！那我给你找大夫去。别别，不行不行。